主料，蜂蜜3条糖，苹果醋10条糖。辅料，柠檬白芷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这个是自己酿的苹果醋，已经有10个月了。取出了苹果渣的果醋，浓浓的一股醇香。蜂蜜和柠檬，柠檬用盐搓洗干净，用清水冲洗干净，切成薄片，拌至够了，烧开的水倒进壶中，待水温低一点再放入切好的柠檬片，这样能保持维生素 C 不会流失。这是半壶水一般的热水瓶，全部倒满是一壶水，再加入3条羹蜂蜜拌匀，这里是10条羹苹果醋，倒进去拌匀，放进冰箱冷藏，随时就可以喝了，很健康的饮品。烹饪技巧，甜的口味可以根据个人的喜欢，我调制的不是很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